前面上山，后来又下山，现在要比刚才那个山还要高。天哪，马老师，你想干嘛？累死我呀！哎，找条水泥道也就算了，找一个坑坑洼洼的地方。哎，枫叶开始红了。哎呀，我说话的力气都没了。哎呀，快红了！你看对面已经有点红了。哎，青山绿水，绿水水。看到吧，看到了一家就自产自销的吧，自己种自留地，自己种出来的，放在门口，上面贴着一百，这是茼蒿菜，这是小松菜。把数量跟我说。这个是小尖椒啊，京都小尖椒还是挺新鲜，挺好吃，挺辣的。然后呢，你需要几包，多少钱扔进这个小盒子里面？多自觉呢啊！龙哥准备，要不就买两包小青椒，这甜椒这不辣，应该买这种。搞几包子了，回去尝一尝味道，是吧？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什么？这是桂花，金桂。哦。金桂飘香啊，整个体育场一圈全部是这个，突然发现太棒了吧，太好了吧，太牛了吧，好香好香。这边是大德寺，发现前面有几个和尚在倒腾什么东西。旁边有一个河渠，现在没水，龙哥差点掉下去。这就是高同院，大家在很多京都的视频当中都可以看到。今天马老师亲自带我过来看一看。里面不能拍照，不好意思。能拍到门口。今天休息。里面是竹林。可惜由于疫情不开，一直到现在没开过，太可惜了。我还特地过来拍的，算了，这边里面就是竹子和苔藓。好了，我们走了，然后去下一站高德寺。进藏的目的就在这里，可惜现在这个时候应该关门了。下次再来看啊。对对对。
哎呀，天哪，我都走到这边了，我都走到了，你让我拍一下嘛。哎呀，天哪，都关门了。芳村医院看不到了，这边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宅医院连在一起的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很多拍视频的一些朋友拍京都寺庙的那些，他们都到这边，今天拍一个这个，明天拍一个那个，然后一集一集放出去。这是小小的庭院寺庙呢，拍起来也就一两分钟，然后进行剪辑啊，其实呢蛮有味道，这种小路走一走啊，这种庭院看一看啊。现在马老师过去了，是大仙院的路口，这个我好像以前没见过，这个视频就看一下吧。大仙院庭院，老不老？装钱的，那个是消防用的，左右挤压，然后水就出来了。我再进去拍一下啊。这是菩提树，菩提树。旁边是玄关，这个玄关上面写着国宝，都是国宝，我也是国宝。再拍完了，然后去其他地方看看，因为这个时间段基本都关门了。现在又来到了心灵院，也是一个小小的庭院，里面有枯山石。那今天太晚了，龙哥就不进去了，就意思一下拍一下啊，然后。各种各样拼接起来也是蛮丰富的一个视频。是黄梅院，好了，龙哥现在参观差不多了，现在已经夕阳西下了，龙哥准备打道回府了，那最后拍一下夕阳，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。我是龙哥，感谢关注每日动画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录入镜啊，今天龙哥还没入镜是吧，蛮热的，拍到现在一天，现在回家赶回大阪啊，拜拜。哦，还要吃晚饭，还要吃晚饭，吃完晚饭之后再回大阪啊。